啊，你好。有一些朋友呢，经常私信我，发邮件或者在推特给我留言，在这个油管给我留言的也有，看我一会儿在老挝，一会儿在泰国的，挺羡慕。有一些人呢。甚至曾经来过泰国，但是呢，他不太清楚，他如果全家要是出来，或者说他决定要是走了，他应该怎么办？这种咨询呢，我觉得有差不多一年了吧，经常有朋友这样问。问了以后呢，我尽我所能啊，就是我所知道的，我尽可能的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这个，啊，谢谢谢谢。我觉得这个呢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只不过我非常非常希望每一个人啊，你好，每一个人，如果你要是决定离开这个国家，你首先要搞清楚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是不是必须得走？这个问题其实最重要。那么这个问题里面，它第一个小的环节，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个人的定位问题。啊，你好。确定自己要不要走，然后才能去考虑。走之前应该怎么办，和怎么走的问题。那么我们先来搞清楚第一点，你自己对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定位是怎么看的？我觉得这一点相当重要，一定要把它反反复复的想清楚，因为这个世界呢。它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说它复杂呢，它也不复杂。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想不清楚，你要是定位不准确，那么你极有可能出去转一圈，你再回来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它不是钱的问题，甚至也不是丢面子的问题，而是给你会制造出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我见过一些人。属于那种年轻气盛的啊，年龄不大，20-30岁，非常希望到国外来闯一片自己的天地。其实我告诉你，有信心是个好事儿。其实你不管是说从哪个角度上来讲，只要你想踏出国门，信心是最重要的。但是呢，值不值这个问题，你得考虑清楚。其实没那么复杂。技术移民，或者说这个投资移民，这些方式都有，有专门的中介会帮你办。技术移民甚至更简单，是吧？你如果说互相有移民的倾向，你可以加入一些群，他们会互相传递一些信息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传递一些信息。那么，比如说澳洲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移民了，那么大家互通有无的，是吧？同时，你也能尽快的参与到这种报名中。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，就他不需要你去花什么代价。对吧？也不需要中介，因为你既然申请了技术移民，你的外语应该是很好的，是不是？你去哪一个国家，最起码你的语言首先能过关，然后你才能谈到技术移民，是吧？你不能说我是一唱京韵大鼓的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没得比，是吧？我们就不谈了。
所以呢，技术移民也好，这个投资移民也好，这些选择其实还是自己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呢，谈一个比较简单的话题，就是说，像我这样不懂外文，就什么外国语我都不懂，对吧？我小时候都学过，是吧？英文、日文、世界语我都学过，而没兴趣。我记得以前有这么一首打油诗啊，具体是谁写的我已经忘了。它叫什么呢？简单的很，四句话：生是中国人，死是中国魂。要我学外语，死都不可能。啊，我就是这种人。其实不是死不死的问题，而是我这个人太懒，我没有语言天赋。那我就比较抵触嘛。有兴趣是我那时候80年代嘛，那肯定有兴趣是吧？在我上学的时候，英语那是在学校学是吧？没兴趣嘛，放弃了也就算了。日语嘛，当时很流行，哎，跟着学一学。完了，听说有哥们儿报那个世界语培训班，是个夜校，小姑娘特别多。哎，我这个时候，你知道那个人就是这个年龄是吧？他这个叫20爱妻30爱子，那20岁嘛，十几岁20岁的时候，正好是找小姑娘的时候。听说小姑娘多，我操，这还要动员吗？是吧？走去就报名了，哎，这交钱一点都不心疼，哎，压岁钱也好，私房钱也好，拿出来就给交了，根本不需要家长去申请啊、拨款啊、同意啊，不存在这个问题，挺好玩。可惜坚持了好像半年都不到。啊，半年都不到，收获确实不小啊，但不是在语言上的啊，这也没办法。现在呢，有一些人他想走，那么年轻的我们知道申请这个技术移民的比较多，是吧？因为他唯一能拿得出来的是他的专业。那么中年以上呢，有一些确实有点钱，而且呢，他心里有点发毛，对国内未来的政局、未来的这种政策走向，觉得不靠谱。所谓的钱这个东西呢，它还是要落袋为安。你存在这个银行的是吧？随时随地，因为你。判断失误，是吧？站错队，跟错了人，或者说中央来了个什么政策啊，你的收入可能就不合法了。那么有一些人呢，确实想走，确实他也有能力去搞这个投资移民，但是最近几年这些东西都越来越困难。我以前专门说过这个问题，整个世界。对中国人其实是不欢迎的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热切的希望中国人到他那儿就移民到他那儿去。以前我们听说过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一些国家曾经与中共的领导人提出来过，要求放开一些移民。这个东西好像，终归它只是一个故事。亚洲地区大规模的向外移民，通常我们认为只有日本，而且它移民以南美为主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凭自己的能力往外走，那你就要搞清楚一点。你为什么要走？是不是必须得走？绕了一圈又回来了，还是到这个社会的定位问题。如果说你看不惯整个中国社会的现状，你又觉得没有能力改变它，是吧？你像我一样，是吧？又胖，是吧？胆子又小，又害羞，
你让我造反吧，我也没这胆儿。你让我上山打游击，我这么胖，跑不了两步，指定就被捕了，是吧？你别拷打了，给我来一美人计，我就跪了，是吧？那就要看一点，就你有没有改变这个社会的想法。如果没有，趁早收收爹爹；要不呢，你就老老实实待着，啥事儿都别冒头；要不你就迈开腿，紧走快跑，早点溜，是吧？道不行，趁浮浮于海。那老夫子都这样说了，你有什么不能做的呢？也有一些人，他们的担心相当相当的多余。他们总是担心，我出去以后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得把家产都变卖光了？我应该怎么样？应该怎么样？他想很多，其实他最终有一个问题，他没想清楚，就是你是不是应该走，对吧？如果你是赶时髦，这不是80年代了。我奉劝这种人，他就不要走，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你踏出国门就很难回头。我们熟知的历史中有一段是文革，那个时间段呢，有一个名词相当的让人过敏，叫海外关系。如果说80年代你公派留学，或者说你自费留学，你追求西方的科学技术，是吧？吸取新的知识，哪怕你在国外待个8年，待个5年，你再回来没关系。他所有的档案记录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如果说你现在还想试一试，拖家带口的跑出来，绕了一圈，你觉得可能你在外面适应不了，你再回头，在政府眼里，尤其在今后政府的一系列的动作里，你极有可能就给自己挖了个坑，这就犯不着了。所以呢，我还是这句话，不管你对未来有什么设想，你第一步是要搞清楚你在这个社会中，你对自己的自我定位是怎么评价的，这点比别的东西都重要，而且别人也帮不了你，这只能是你自己的一个观感。就说你看不惯这个社会，完了呢，你又改变不了它，或者说你最起码你没有这个勇气抛家舍业，那么你就踏踏实实的想清楚你应该怎么走，要不你就压压乌，啥话也别说了，收收爹爹。你要是觉得在这个国家，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中啊，现在还好一点啊，今后将越来越困难，你更难说话，而且事态的发展会逼着你站队，无论是跟着政府走还是走向对立，今后我们的选择将更加的困难，而且它会很迅速，它会逼着你快速的做抉择。如果你不想这样做，别急，我们接着谈，好吧？到哪去？怎么样待下去？这些问题其实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的定位。你如果觉得这种压抑的环境我不愿意过了，我一天我都不想过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即便再困难我也得走，
我得为自己，我得为自己的孩子，为孩子们的未来去下这个决心，没问题，完全可以做这个决定。但是做这个决定呢，一定要自己再三的掂量，尽可能不要听那些移民中介的。有些人嗓门很大，是吧？你出了国以后，民主了，自由了，是吧？你哪里有自由，哪里就是你的祖国，是吧？你别听这个，没用，真的。你听这个东西容易上当，或者说你去到哪儿拿一难民护照、难民身份，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到欧洲、到美国，趁早别想。你如果决定要出来，那是因为你自己不愿意在内地继续待下去了，不仅蹉跎了人生，而且给下一代带来了苦难。你基于这个目的，你决定要走，这应该是唯一的动力。其他的说要民主要自由，说我出国参加某一个民主党派，完了之后我跟着美军打回中国，别做梦了，那跟你都没关系，知道吧？你要是手里没钱，你听他们忽悠，他们都不忽悠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是挣移民钱的，对不对？你有钱，他帮你办这个移民手续，那么你有钱，他才能帮你办证币，是吧？他把民主是作为一个产业链来经营的，他跟那个国内的这些戏子是一样的。我高喊两声，啊，共产党都是畜生，是吧？要杀掉所有的这个，甚至要杀掉所有的中国人，是吧？把中国人称之为猪，有用吗？他们一遇到社会热点的时候，他们就出现了，完了之后集资、捐款。他们代表我们去慰问事件的当事人，最后呢啥事儿也没办成。甚至有一些法律工作者为了伸张他们心中的理想，把当事人搞得焦头烂额。有一些事儿本来是十八不靠的，就是一个挺委屈的一个事儿，最后上升到某一个政治高度，成为一个标杆，完了，原本判三年的，这回八年都出不来。也有一些人，他纯粹就是为了挣钱，甚至他是政府安插进去的这种钓鱼的，是不是？他口口声声要追求中国的民主，要改变一党独裁这种体制，他声音很高，嗓门很高，品牌也悠久，说几十年了嘛，有的人混了最起码十几年了，在这种民主圈里，你听他忽悠完了之后，你觉得他说的挺好，挺解气。问题是你跟他靠得拢，你就掉沟里了。他没事儿，你判个三年五年跟他没关系，他最多也就拘留十天，他又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不要去管这些人，就他怎么宣传和你是不是决定往外走，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。就你如果决定我要出国了，就这国家我真的不想待了，真的不想待，我一天我都觉得厌，是吧？我宁愿吃再大的苦，我也得走出这种环境，我为我的未来，为我今后孩子的未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，得决定了这一点，你才能考虑往外走，这是你发自内心的抉择。你以后遇到再大的艰难困苦，你都会安慰自己，我没有上当受骗，我不是听谁的忽悠，我是因为我自己想走，所以我未来遇到任何坎坷
我都可以对自己说，这是我自愿的。其实呢，很多人走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那么现在没有走的人，还没有离开这个国家的，我觉得应该想一想，想清楚了再做决定，千万不要仅仅是听别人说完了你就觉得未来相当相当的美好，走出中国我就获得了自由。你放飞的是你怀中的人民币，你得到的极有可能是一段惨痛的经历。我呢，尽可能的会在下面每一个环节分享我自己的感受。别的我不敢说，我只想告诉大家一点，当你决定你要离开中国了，钱不是最重要的。我2013年离开的昆明，飞到老挝的万象，下飞机的时候我身上只有1200块人民币，连回程的机票都不够。5年之后，我现在在泰国，我可能还将游历一些别的国家。我一句英文不会说，啊，也不能这样说，会几个单词，是不是 ？Yes, No, OK, 还有啥？没了，差不多就这4个，啊，3个，就这3个。没有任何东西在你出国的这个道路上是最重要的，没有，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在你走之前。决定走，然后我们再谈怎么走。其实呢，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，或者说比我小一点啊，小队有限，有孩子的，我们更希望的是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斗不过这个强权，我也不想去牺牲，但是我不想我的孩子长大了以后继续给他们做奴隶。所以呢，你说你决定要走，这个没问题，我相当相当的支持。那么明天我们就谈一谈细节的问题，就是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，你过往的履历，这个相当相当重要。无论你是决定走还是走到哪儿，过往的履历对你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朋友们，再见，明天见。